北京时间9月2日，中国男篮红队在亚运会决赛出了口恶气，他们逆风翻盘战胜伊朗，拿到了可以说亚运会含金量最足的一块金牌。男篮这场赢球非常不容易，在只来了半支国家队，而且赵继伟还因伤缺阵的情况下，从小组赛力拼菲律宾到决赛的死磕伊朗，可以说红队的年轻人完全拼出了一场逆转。这样的表现让场边的姚明主席非常开心，他的笑脸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。姚主席的改革实在太成功了，这样的成绩甚至就连台湾网友都被征服了，他们赛后纷纷恭喜中国男篮夺冠。我觉得事与有容焉，应该恭喜他们，给周琦启动空间，大帝也没用。我好兴奋啊，我好兴奋啊，大魔王隔扣太神了，周琦飞起来了，男篮真的太强，给我们哈达迪都打不过他们，中国队仍然是亚洲之王，合并后他们可以甩开其他队一个档次，我太尊重姚明了。NXV